3年美甲店老板开店自己当老板的乐趣。一大早收到姐妹消息，要我赶紧开门，她两个靓女，给姐妹做的渐变飞，上次做的快把我吐槽吐了，后面看细节。忙完赶紧去接水，标准的两天一瓶水，咕咚咕咚快接水，淡淡自己在店里我没有锁门，饭前打卡神仙水，为了自己的收快打卡，给几个朋友请客吃麻辣烫，还干了一道，吃过饭去给我的代理发货神仙水，冲冲冲等等，不要走后门，给你们准备了沉浸式打包穿戴奖 Later